近日，汪小菲被拍到与好友酒吧聚会，视频中汪小菲与好友聚会结束后从酒吧出来，站在路边等车，随后两位好友开始热聊，聊天过程中汪小菲与友人一起看手机，不时发出大笑。随后车子到达酒吧门口，汪小菲就与这一男一女一起上车离开了。可是你记不记得我以前跟你结婚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说呢 Focus 我跟你讲话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老公 Focus 但在这有点找到咱们当时初恋的感觉。嗯，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根本爆炸，没那么爆炸过，简直就是宇宙大霹雳。最起码你讲一些东西我有认真的跟你讨论，我讲一些东西你有给我回应。对，因为我们回到现实生活中，很多事情我一跟你回应我们俩就吵起来了。而且我们跟爱长他们一样，我们是有文化差异背景的。